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睇呢一个喺 Steam 度下载嘅小游戏咧，叫做 True or False 嘅。咁佢就声称话支援中文嘅啦，佢仲话正体中文嚟添，不过个五字好明显系唔系佢所讲嘅嗰回事嘅。咁另外就有个音乐啦，由于上音乐好嘈好古怪，所以都唔会播。咁佢嘅中文都译得好有问题，运动玩退出。嗱，我试下揿运动睇啲咩先啊。咁呢一个游戏咧嘅特色咧就系、佢会讲一堆嘅嘢出嚟咧，你要估下咧系啱定系错嘅咁嘅样，好得意嘅。佢话有200几条问题啦，咁我就今日就玩20条啦。好，咁如果我答错10条嘅话，系咪应该俾啲惩罚自己咧，会令到条片过瘾啲、好玩啲咧？如果20条入边答错10条嘅话，我就表演用个鼻嚟食意粉啦。好，就咁样，我想试好耐嘅呢样嘢。好，Steam 游戏库入边有37% 游戏买嚟从来冇玩过，我觉得应该唔止37%。嗱，以我自己为例，就应该买完翻嚟至少会开一开嚟玩下，但系有啲特卖扫翻嚟游戏啊，真系好少玩。系咪真系呢个数字？True、False 嘅，吓？咁我答错第一题啦，已经。爱因斯坦是个狂热的健美运动员，我冇听过，但系睇佢个样咁 fit，应该系真。爱因斯坦，爱因斯坦，系咯，伸条脷出嚟咁开心，系咪先？吓？我咁快答错两题？唔通真系用个鼻嚟食意粉？好似真系有呢种花，我记得，耶！因为我记得咧，科学馆嗰度有得闻嘅呢种花系，好嘢，答啱第一题啦已经。奥运金牌中1% 嘅黄金，同埋92.5% 嘅银真嘅。嗱，呢题我记得噶，我喺边度睇过咧呢题？我唔記得咗喺邊度睇過，但係真係嘅呢一題係，喂咁樣嘅呢度有冇搞錯？金魚既不是金子，也不是魚，唔係啊，金魚咪真係魚咯？黐線，呢題係咪玩嗰啲唔係用中文嚟做母語嘅人嚟㗎？金魚梗係唔係金魚嚟㗎啦？就算英文母語，你都知道咩 goldfish 嘅話。Goldfish 咪真系 fish 咯，啱啱个题好有问题喎。当然啦，小行星好值钱嘅有啲嘢。我发现每答一题，佢又有个成就弹出嚟咯。马铃薯是不是蔬菜？佢应该系不是蔬菜啊，而是一种大型豆类。薯仔系咪蔬菜嚟嘅咧？薯仔？呢个系一个值得探讨嘅问题。咁蔬菜通常系绿色嘅话，啊唔系，我番茄红色嘅，番茄系属于水果蔬菜，蔬菜嚟嘅番茄应该系。蔬菜系咪有啲水先叫蔬菜？佢冇水啊，我所以系啱嘅。薯条基本上唔会好湿噶嘛，真嘅。吓？蔬菜嚟嘅薯仔原来系，我真系唔知。我想問下邊個係亨利八世？乜 水嚟嘅呢個？哇！呢、這個我唔識答喎，呢、這個超狂亨利我知呢套戲，台灣譯名 Huckle Harry，香港就譯爆基特工嗰套戲。呢套戲根本就睇到我想嘔啊！真係，我唔明點解咁多好評嘅呢套戲。既然呢套戲明明唔好睇，但係咁多好評，我就俾拉。耶！答啱咗。我答啱啊，但冇成就彈出嚟嘅呢題。咩香草花？我想問下，香草花係咪真係蒲公英定係係蒲公英啲 friend 嚟嘅？定係vanilla 花叫做？有呢種花嘅咩？朱古力嗰個我聽過，香草花我未聽過真係。香草花。
香草花我未听过添，唔可以出猫去玩呢个游戏。如果呢个游戏咧出猫上 Google 揾就唔好玩噶啦。我觉得呢个游戏咧，你可以单埋同啲朋友玩咁样，答错唔知几多题就要惩罚咁样，就好好玩噶啦会。佢有好多条问题库添，会定期更新添，仲可以俾20蚊买更加多嘅问题翻嚟。由于我唔知咩香草花，所以咁粗咯。啊，咁啊答啱咗啦，我明明唔知咩嚟嘅，撞噶咋。醫療事故每年導致25萬美國人喪生。香港我會信嘅，尤其是公立醫生嘅話，因為香港嗰啲公立醫院呢，我試過有一次入院經驗啦。我一開頭咧去咗一間公立醫院先嘅，佢劈咗係坐喺出邊個大堂坐咗成幾個鐘，但當時我心口好痛嘅，佢乜都冇俾我咁嘅樣。最後頂唔住咯，我轉入私家醫院啦，因為我買醫療保險嘅，跟住自己搭巴士坐私家醫院，仲要佢連救護車都唔送我過去，一打當時心口好鬼死痛嘅，要人抬我過去。入到私家醫院之後，哇！入到病即刻上房，即刻有醫生見，跟住個房大到不得了，仲有電視添。所以我係覺得係假嘅。美國都25萬人。俄羅斯方塊嘅主題曲係一首叫做唔知乜嘢嘅俄羅斯民歌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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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俄羅斯民謠我淨係識一首叫做平時 PDE 入邊咧 Red 喺度唱嗰首咧，玩完 Force 都要唱嗰首，喺度咖喱咖喱咖喱嗰首咧。啊，呢、這個真係唔係好清楚。俄羅斯方塊主題曲我唔肯定係民謠嚟，但係個風格幾似嘅其實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啊，答啱咗啦！因為俄羅斯風格嗰啲歌全部都好相似，但係除咗係古典樂，但又有啲唔係好似，例如柴可夫斯基嗰啲作品就完全唔係嗰回事。但係我發現俄羅斯都傾向多小調作品，其實乜水嚟嘅呢個，咁就唔識佢咩衝浪者啫，即係嗰啲滑浪嗰啲我唔識喎，大佬。阿加莎。克里斯，我覺得如果咧玩呢個遊戲同朋友玩嘅話咧，可以好似百萬富翁咁整三個錦囊出嚟。嗱，50-50就冇可能噶啦，50-50真等於話你知呢個答案嘅啫。可能係俾你打電話問一個人咁嘅樣，又或者係50-50索性變成 pass 咁樣 pass 咗呢一題佢。好，我唔識呢個人嘅，我答 lie 咧。錯誤，確實如此。唔識佢嘅，問啲咁嘅問題。啊，呢個係真嘅呢個。嚇，點解假嘅？唔係肯尼亞咩？我前嗰排睇新聞嗰陣，特朗普攻擊佢，唔係話美國出世噶嘛。算啦，可能我記性比較差啲。還是其實呢隻 game 係咪未搞清楚件事啊？奧巴馬出世嗰度。因為前嗰排特朗普係咁攻擊佢，話佢唔係美國人啦，跟住後來佢又攞出生紙證明出嚟咁樣，跟住後來佢又阿 Trump 佢又改口風話係，啊我搞到好亂啊，冇理佢啦。考拉考拉，即係 Cur，即係樹熊啊，樹熊嘅指紋同人嘅指紋係好相似，甚至會令犯罪現場嘅調查專家搞錯。乜樹熊有指紋嘅咩？我唔覺得會咯，嚇真係咁？點解啊？樹熊有指紋嘅咩？荒謬嗰件事，乜鹿會慶祝生日嘅咩？佢會記得自己生日嘅咩？鹿咁荒謬，假嘅。耶！我唔信動物會記得自己嘅生日啊，因為知魚知樂啊，家陣我點知你慶祝緊生日啊？好似係真嘅喎，Sony 整咗一款可以穿透衣服嘅，攝影機。喂，我時我答錯幾多題，我冇數到添。我唔係話答錯10題就要用避孕食意粉嘅咩？啊，陣間完咗條片之後咧，我就統計一下自己答咗幾多題先啦。1998年，98年，當時嘅科技應該冇咁先進嘅話，98年出 Half-Life 嘅啫喎，當時。但係你 3D graphic 嗰啲科技又同嗰啲攝影科技又唔好一樣嘅喎，兩個發展唔係好同步。
應該有機會用喺機場嗰啲安檢度，因為我曾經幾年前去過美國嗰度呢，佢唔係割 X 光機，係割一部機，只有部機呢乜都睇晒可以。哎呀，電話突然間有個 WhatsApp 添。好，咁我就答 true 啦。耶，又答啱咗啦。憑住我豐富嘅生活經驗，金字塔有四個面，金字塔四個面係啊，金字塔應該四個面，唔係三個面。嚇？點解啊？咩金字塔嚟㗎？啱啱咁做係三個面。2011年，一個46歲嘅英國男子襲擊咗一個13歲嘅男子，因為佢喺 Call of Duty 俾呢一個嘅細佬打贏咗，好似係有單咁嘅血案係。但係 Call of Duty 咩？唔係 Battlefield 咩？但係應該真係有類似嘅嘢發生過嘅，其實係啊，因為 YouTube 有條片咧話咩10大因為遊戲發生嘅流血事件咧，呢個世界有啲人係唔識得控制自己 EQ 去到呢個地步可以，即係通常打機成日遇到好多人咧亂咁鬧人啊咁嘅樣，最近都好多人喺我 channel 度亂咁搞事啊，通常我都唔好理呢啲人，所以有時候大家咧打機遇到呢啲咁嘅人咧，你唔使唔理佢，OK 好煩呢啲人。你理得幾多個呢啲咁嘅平均？你每打5場就遇到一個呢啲人。好咩樹嚟嘅呢棵？有棵果樹可以種40種唔同嘅水果。哇！咩樹嚟嘅？棵伊甸園嗰啲樹嚟嘅可能係 有啲咁嘅樹嘅咩？40棵40種唔同水果？你4種我都可以，40種太誇張啦，我覺得。嚇？40種？喂，我唔係好信喎呢題。好，最後一題啦。Yesterday 喺夢入邊發明發，好似係真嘅話。Yesterday 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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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嗰個旋律咧好聽嘅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好似係真係夢入邊發諗出嚟，我記得佢嘅。可能我播翻首 Yesterday，聽完之後我會記得呢一個答案。講下笑點可能？應該係真，我諗。等等，咁我答咗20題啦。好，我出去 count 下自己係咪答錯10題先。好，經過我統計之後呢，我係答啱咗，唔係我係答錯9題嘅。我爭一題就賴嘢㗎啦，要用鼻嚟食意粉㗎啦。咁又都好安全啦，係咪先？嗱，我冇做馬㗎，我真係咁啱答啱啊9題，答錯9題㗎。同埋我頭先我個熒幕怪怪地，但係唔知我再重新開 game 呢嗰陣呢，即係頭先我去數嗰個咩，我重新開 game 嘅時候呢，就變翻正常嘅熒幕。咁好啦，呢個就係 True or False，但喺 Steam 嗰度免費下載嚟玩嘅。咁如果你嫌啲問題唔夠多嘅話，你可以俾多20港紙咧，買多更加多遊戲，更加多問題啦。咁咧可能遲啲有機會都玩多次呢個遊戲，不過就唔會我自己一個人玩噶啦，可能我會請啲朋友啊咁樣一齊玩，玩錯就整啲懲罰啊咁樣，就應該幾過癮嘅呢個遊戲。咁好啦，今日就嚟到呢一度先啦，下一次同大家再見啦，拜拜。